之前在队里头也看到大家表现，我觉得每个人的表现都是发挥正常的水平。作为自己的状态已经基本没有什么太多问题，我觉得以后上场时间包括这种安排会听教练的安排的。谢谢。朱婷是队长，也是，确实在进攻端啊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啊，非常厉害的一个选手。我觉得首先他在做好自己的同时，要带领全队。在特别困难和关键的时候，他应该多承担一些。他现在其实每天做的都很好，训练的时候，我觉得他就像小队员一样的要求自己，没有说今天我不舒服，我偷点懒啊或什么。我觉得他的训练一直是，所有年轻球员学习的榜样。